哎呀，让孩子们先抽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孩子们别抽，咱们这个不让孩子们抽。孩子，孩子，那个我先抽啊。抽。哎，快，我看看我抽的什么啊？抽的啥？念念。深情地望着对方五秒钟，说出心里想说的话。太好了，这个讲太好了。什么？你看着我，看着我说。看你俩呀？你不看我，你看他俩呀？我看着你，我也说不出。你说啊，你深情地看着我就能说出来了。我试试吧。我看着你特别想。特别想啥呀？特别想。特别想啥呀？特别想吐。小李，小李，你是不是吃顶着了？不是，小帅，小帅，来，别别别，小帅，你来，孙子不让抽。你看爷，他不让抽。你怎么跟你孙子说话呢？抽孙子想抽吗？想抽，去门口抽去。好。哎，小米粒儿，上门口抽啥呀？抽风呗，抽啥？抽风是几等奖啊？哎呀，我的妈！你来来来，小圈儿啊，小圈儿，你来抽，你来抽，抽，抽吧。看看我的运气，哎呀，运气肯定好。哎，什么叫看看啊？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？头顶着高压锅，在屋里转五圈儿。我丑我乐意，找不着对象嫁不出去，活该。哎呀，这啥写的？这谁写的玩意儿？不是，是谁干的事啊？这是老王，我一天乡里不是这题呀、啊。你不说你没问题吗？你怎么，你是不是坑我呀、啊？你怎么讲的？我根本就没放进去，在我肚里、啊。你这人，我告诉你，停业。我大姑同意吗？老王咋回事啊？大姑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奖是他弄的啊，海南双飞七日游，他想把这个奖给你，你俩一块上海南去，把关系定下来，叫我帮这个忙，我要不帮他，叫我停业整顿。不是停业整顿啊，停业整顿啊，咋回事啊，老钱啊？行不行了你？你整的这叫啥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起，你回家想七天。不是，你说你有话就跟我直说呗，你整这么个事儿啊？你说你还是不是个大老爷们儿？转弯抹角的，就算我抽着一等奖，我也不跟你去。那你跟谁？我跟我重孙子。王小倩儿去。娟儿，娟儿，小娟儿，小娟儿，他怎么能这么对待我？钱叔叔，你就太不了解我们女人了。我们女人呐、啊，就喜欢直来直去的。我黄姨的意思啊，你有话直接说。直接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呗。娟儿啊，我想嫁给你。我的朋友吗？你给我呀。小米粒，我想对你直来直去的说，我滚一边去吧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小米粒，不管我滚到哪里，我都要嫁给你，我就嫁给你。